今天啊，我告诉你个日子，喝点喝点喝点，来喝点。我要喝，我要喝。你个小孩喝什么呀？这酒辣。喝点喝点行，18岁大小伙，来大小伙子，那个爹，干杯！你看他还会跟我干杯。啊，什么辣出来？好辣，好辣！呀，谁把我们富贵辣成这样啊？他爹熊他，非让他喝酒。哎，赵婶啊，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坐下一块儿吃吧。哎呀，不不不，我们下人怎么能跟老爷太太在一起吃呢？不。哎，周婶啊，你叫橘子回娘家的？啊，是，当时情况太乱，没来得及跟你们商量。我做的不对了吧？啊，你做的对。这兵痞呀，像土匪似的，你说乱哄哄的。再说，橘子还怀着我们贺家的孩子呢。我种的苞米，妈呀，开窍了！哎呀，都17、18岁大小伙子了，是该开窍了。哎呀，我们贺家呀，有香火了。哎，这仗打的你太便宜了。什么叫太便宜了呀？我们抄到土匪的后路，光光放了几枪，土匪就乱了营了。紧接着当兵的就冲上来，3下5除2的给土匪收拾了。结果呢，行政长嘉奖我们，哎呀妈呀，那小白手套一戴，搁城楼上那家讲呢。这一仗，韩局长和局员们英勇战斗，不怕牺牲，一举歼灭了黑山的顽匪。我也够他妈再放两枪。你管他放几枪呢？这唐二虎不是抓着了吗？这人头不是落地了吗？哟，你这冷笑，就像唐二虎没死一样。哎，没死，那城楼上挂着谁的人头啊？那你笑什么呀？毛虎子，走走，虎子，停下，停下！耶，咋了？啊，橘子。说话呀，啊！不行啊，包虎子。啥不行啊？咱们一起逃不行？咋不行啊？咱们逃了，我家里人咋办啊？你家咋了？老贺家用400斤苞米把我换过来的。我要是跟你跑了，他们还不得上我家要粮去啊？这要啥粮啊？粮早就吃完了，没粮了。那吃完了就更麻烦了。那贺无能和钱匣子还不得到我们家要了我们家的房子和地呀？那啥意思啊？豹虎子，咱们不能为了自己的好日子就害了家里人啊。要是我跟你跑了，把我家里人害了，那咱们也不会有好日子过的。以后想起来，还不得天天揪心呢。那你说咋办？回去吧，行不行，宝虎子？啊？行，听你的。哼，这唐二虎一死啊，我看这朱铁匠这哥俩再跟我嘚瑟，瘪茄子了吧？我看是时候了。什么到时候了？收拾宝虎子。还没到时候。还不到时候？你想啊，这唐二虎刚死，宝虎就没命了。这明白的人一想，就是咱们干的。你那意思是说不急？不急，早晚有收拾他的时候，我整死他。那就听你的，等一等。生气了？没有。说话呀！你不说话，我生气了。
那你不是折磨人吗？一会儿把我放在太阳底下晒，一会儿把我塞到冰窟窿里，谁受得了啊？那你说我能不管我家里人吗？我当初嫁给富贵就是为了救他们，我要是现在跟你逃了，不仅没救他们，反而彻底把他们给害了，这应该吗？道理我明白，我就想到咱们回去这就跟羊往屠宰场走一样，心里堵得慌。宝虎子，你别太难过了，等我生了咱们的孩子，我们就前后院住着，一墙之隔总能照应上的。等将来孩子长大了，这些事情就都过去了，我们再想办法一起过呗。听你的，咱们回去。就哎，你说那个城墙挂那个人头是唐二虎的吧？怎么不是唐二虎啊？哦，看那个脑型挺像的，看那脸面血肉模糊，看不大清。看不清也是唐二虎，要不是他，镇上能搞那么大的庆功会吗？政府也不能糊弄老百姓。那当官的还少糊弄老百姓了？行了，你别疑神疑鬼的了。老爷，老爷，妈呀，不好了，出大事儿了！出什么事儿了？橘子不见了。哎呀，橘子不是回娘家了吗？我们正走到半道上，就碰见土匪抢粮食，两拨子就打起来了，正好我们被抢到中间，哎呀，枪炮打的呀，可响了。您看看，我这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等我爬出来又一看，哎，橘子不见了，我就到处喊呐，到处找，死人堆里也找了个遍，还是没找着橘子。死人堆里没橘子，说明他没死。要没死就更麻烦了。啊，那怎么就更麻烦呢？我听说宝虎子让人抓去赶大车了，能不能他俩一块跑了？一块跑了？我好像是看见宝虎子，可是没看见橘子跟他一起跑啊。那死人堆里没有橘子，死人堆里有没有宝虎子？没有没有，没看见。糟了糟了，那就是他们俩一块跑了。那就快追呀、啊！哎呀，往哪儿追呀、啊？你知道他往哪个方向跑了？你追呀、啊！他从哪个方向来，我们就再往哪个方向追。他从……我回来了，我没跑。不酸，来个酸点的。这肯定行，这还行，行吗？嗯，来揉揉它。啊，轻点啊，揉猪呢你！使劲了啊，轻点轻点。哎，哎呦，哎呀，我这浑身都乏呀，我浑身上下哪儿都难受。哎呦。就跟扛了一天大活似的，哎呀，看来这怀孕啊，真不是件好受的事儿。有那么难受吗？哎呀，我装的呀，我瞧你那熊样，干别的事儿没能耐，你干这事儿还挺有本事的啊。都怨你。我怨我，怨我啊，怨我。凤娇啊。这锤巴两下就行了，好不好？我还得想出去看看。你说这宝虎子吧，大半天没回来了，这别出点啥事儿啊？他还能死了呀？你看你这话说的，他要是真死了，那你还能乐呀？啊，我就乐了，怎么地吧？啊？他是我亲弟弟。你干嘛干嘛？你打我呀？我可是怀着你的孩子呢啊！我告诉你，你哎哎，你怎么着？怎么着啊？再说。你说这枪林弹雨的，本来我这心就放心不下，你这还说这么不吉利的话。哥，我命大着呢，谁都咒不死我，我回来了。
从枪林弹雨里面钻回来了。包虎子，你回来了。哎，给我揉腿。哎，我现在就是担心呢，你说我那个姑舅妹妹万一生出个丫头片子，她怎么忍？那就不要。不要，钱都给了30块大洋了。30块大洋算什么呀，就当打麻将输了。我倒不是心疼钱呢，你说她万一真生了个丫头片子，咱们又不想要，你又生不出来，那到时候不就露馅了吗？那这么说非得要这个孩子呀？哎，这就看命了，姑娘小子都得要。哎呀我的老天爷啊，保佑你的姑舅妹妹生个小子，可千万不要生丫头片子呀。不是，她真就生了个丫头片子咋的，你还能把她掐死啊？那我非得掐死她不可。小样儿嘛，我就没看出你那两下。那你等着看，你等着看呀。我等着。哥呀，我这能回来就不错了。我跟你说，我真是从枪林弹雨里面跑回来的，那炮火连天的，你没听见呀？老带劲了。你以后可别出去瞎跑了。你说这下午西北边这叮咣的，是我这心呐、啊，都就像有人捏着似的，我就怕你出啥事儿，吓死我了你！放心吧，哥，子弹见着我绕三圈就回去了，伤不着我。你看，你又吹呢。我告诉你件事儿。你慢点儿。唐二虎叫人给打死了。啊？唐二虎让人打死了？橘子，挺住啊！挺住！使劲！哎呀，再使！你得使劲啊！你不使劲，这怎么生孩子？挺住啊！使劲！使劲！使劲！好！使劲！好！行，再来，再来！再来，哎，赵总，怎么样了？哎呀，快了快了，正使劲呢。不会有什么事儿吧？哎呀，不会。听接生婆说呀，照这样能生得挺顺利。也太好了，太好了。但是就不知道是丫头还是小的。哎呀，行了，生出来就知道了。叫唤着呢吗？看来是没生出来呢。啊！你个臭大铁的，你，我都怨你啊！叫出来！你怨人家干嘛呀？这怨得着人家吗？使劲儿，你用力呀！使劲儿，使劲儿！哥，橘子那边也正生孩子呢。啊？这么巧啊！啊！一天，生没生呢？不知道啊。我刚才在那墙根里听了一耳朵，反正也嗷嗷叫唤，但没我嫂子叫那么难听啊。
这人和人不一样，那叫法也不一样呗。生个孩子这么费劲？哎呀，怎么能不费劲呢？谁生孩子不费劲呢？母鸡下蛋还费劲呢。行了行了，别扯那些东西。你说这个老爷太太啊，我看他们那边也在生孩子呢。凤娇？那会有谁呀、啊？哎，慢点啊！哎呀，哎，不对，他应该是下个月生，怎么今天生上来了？你怎么知道的？啊？不是那天那个朱铁匠亲自告诉我的，说他老婆是下个月生。听刚才你说话那口气，好像是你给凤娇种上的似的。你可别瞎胡扯，那什么。就他那个样，我还能搭理他？那，有的人好这口。你哪来那么多事儿啊？这到底生没生啊？真是急死人了！这啊，你说啥？哦，我说嫂子，你说他一个劲儿嗷嗷叫，他到底生不生得出来啊？真是，使劲儿啊！这个哥真生了，生了，快抱出来看看看看！哎呀，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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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太太，张嫂，来给我看看，男孩啊，男孩，你好，男孩，你看看，你看看，大胖小子，哎呀，佛祖保佑我们呐，天随人意啊，天意啊，天意啊！哎呦，我得给富贵看看去，快给我看两眼呢。这，哎，丫头还是小子？小子，哎呀，能那么快？去弄点水。哦，好，好。富贵啊，你看看你儿子，看看谁儿子呀？你儿子啊？嘿嘿，不是吧？狗儿子吧？哎呀，这什么狗儿子？你说他怎么？这个，富贵，来，娘给你看看看宝宝，你的儿子漂亮不漂亮？不是我儿子。是狗儿子、猫儿子，就不是我儿子。是你儿子，我还没中苞米呢。我哪来的儿子？不是，不是，就不是。富贵，呀，富贵，富贵，不能那么说话啊！那就是你的儿子。你不是说你中过苞米吗？中过苞米了，那就是儿子。不是我儿子，是狗儿子、猫儿子，就不是我儿子。你这混蛋！我打死你！你个王八蛋，打我！老婆把他打死，我们打死我们！缺德玩意儿，干什么都不行。你看你，起来起来，听娘的话，不哭。你打他干什么呀？你慢慢教他嘛。真是，看你把他吓的你。不哭了啊，儿子，不哭了。太太啊，接生婆要走了，给人家洗钱啊。给给给给给，给给。着火了！着火了！哎呀妈呀！着火了！哎呀，不好了，着火了！包虎子，包虎子，你快快快来！怎么了？你看一看，那边起火了！哎呦！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帮着救火！快！老何家起火了，起得好，给把粮食全烧了，烧什么好？这一会儿这火苗都窜到咱们家来了，快去帮着救火！我把孩子放下，我也去。快点啊，上回有水了，快快点，快救火呀！来人呐，快救火呀！粮食，快点，别让火势起来！快点，快点，哇，快点啊，救火呀！快点救火呀！快点，快点，水！来人呐，着火了！你咋来了？啊，那啥，我问你，你生的是那个丫头还是小子？你种好，是个小子。哎呀，来来，我看看。
轻点，轻点。我祖上积德呀，这真是啊！我，哎，你这是干什么呀？换过来。啊？换什么呀？这是那俩混蛋生的鳖儿子，我把他换过来。哎，你这不是要我的命吗？我不干。凤娇啊，你真糊涂！咱们的孩子啊，要长在穷人家里，那遭多大的罪呀、啊？换过去那就是少爷呀、啊！你给我站住！我不干！站住！我这样，我给你钱。你给我多少钱？那啥，100块大洋。我不干。150。我不干。200。你给多少钱我都不干，你帮我孩子，这孩子是我生的，我不能让别人抱走。你把孩子还给我。凤娇啊，凤娇啊，你这个傻娘们，你真糊涂！孩子养到你家里，那不就完蛋了吗？我把他变成少爷，将来你也享福。你快走啊！快走！我不要！不要！厚德，我的孩子。上水，上水！来人！橘子，快把孩子给你，快！后院怎么了？后院着火了，着火了，我得赶紧去看去。来，好好洗洗洗洗啊！哎，大家今天辛苦了啊！那谁？周嫂，哎，一会儿啊，你去给大家擀面条啊，哎、慰劳慰劳大家。好，那个啥，另外，每人奖赏1块大洋啊。谢老爷，哎，老爷啊，咱能不能再来点酒喝？酒，行行，哎，周嫂，一会儿啊，炒一盘土豆丝儿，好，整一盘鸡蛋。哎，出事了。出什么事儿了？出什么事儿了？刚才救火的时候，有谁没在场？我们都在呀、啊，都在呀、啊，这不，这，伙计们都在，一个不少啊。对对对，对的，你看，都在。啊，怎么了？我屋里的钱匣子丢了。啊？能是谁干的？这是？啊！包虎子，包虎子，包虎子，谁呀？你们这个，啊！哎，你这三更半夜的，你喊啥呀？他犯啥事了？你少废话，我跟他说，跟我们走。找我干啥呀？给你爹抬棺材去。我给你爹抬棺材。我爹早死了。是吧，哥？他爹死了。哦，我知道了，不是抬你爹，抬你娘啊，是吧？你小子啊，你找死！哎，你别拿这个呀，哥，你别管。来，大金牙，你要是你爹揍的，你就开枪崩了我，开枪！哼，你瞧你那个熊样，拿着个破铁筷子，你吓唬谁呀？但我怕你啊，我让你现在嘴硬一会儿啊，等一会儿我把东西搜出来，你就得跪地下管我叫爹。搜啥玩意儿啊？搜啊！嗯，走。我们家钱匣子丢了。不是，你们家钱匣子丢了，那能赖我们呀？不赖你们，赖谁呀？啊，你说这事儿多蹊跷啊！我儿媳妇在屋里生孩子，啊，这外边就着火了。我们出去救火，哎，我家钱匣子就丢了，你说这事蹊跷不蹊跷？钱匣子呀，你他娘的这个丧良心的！刚才你们家着火的时候，我们哥俩给你们家救火呢，你没看见呀？我可没看见。没看见你瞎呀？你没看见？你，行行行，就算我瞎，那你在哪儿救火呢？谁能给你作证啊？我给我弟弟证明，他刚才是在那边扑火呢。刚才我们哥俩一起给你们家救火呢，我给我哥证明。哎，你们是亲哥俩，你们俩的证词没有用啊！你们偷没偷，我们都得进屋搜。哎，你们要是不让我们搜，那就说明你们心里有鬼啊。
搜搜搜，那你们就进去搜。嗯。哎呦我的妈呀，搁哪儿搜出来的呀？不是我没拿这东西。在哪儿搜到的？在宝虎子的行李里。宝虎子的行李里是吧？是。宝虎子行李里。宝虎子从来不拿别人东西，那这肯定是诬陷的。我们陷害什么呀？啊，我们有毛病，我们把我们钱匣往你们屋里搁。我根本没拿，就是诬陷你们。哎，说这话没道理。我们为什么要陷害你？我们和你无冤无仇，为什么要陷害你？是啊，你跟我们有仇吗？嗯，你跟我们没仇，你说我们陷害你干啥呀？啊，宝虎子，你说咱们前后院邻居住着，虽说呢处的呢不太那么亲密，哎，但是呢也不远，是吧？咱也算和睦吧？啊，你说你这是干啥呢？啊，这人穷啊，不能志短呐、啊，开偷了，呀，做贼了。你这太让我们瞧不起你了，宝虎子，这钱匣子是你偷的吗？哪是我偷的呀？刚才他们家着火的时候，咱们俩不是一块给他们家救火的吗？救完火，咱们俩一块回来的。我就是偷，我得有功夫啊。就是啊，他偷他也得有功夫啊。你们这就是陷害他。人赃俱在，给我带走。哎，不是，去你娘的！我去你娘的！宝虎子，宝虎子，过来！谁他妈过来？我锤死你！宝虎子，宝虎子，放下！听着话，宝虎子，你给我放下！你放下！给我打！打！不是你们！周嫂，周嫂，哎，橘子。橘子，后院出什么事儿了？哎呀，别提了，他们说呀，宝虎子把太太钱匣子给偷了，警察正抓他呢。什么？他们要抓宝虎子？是啊。哎，你别，你别下来，别下来。哎呀，好。哎呀，橘子，哎，来。你咋嘴硬啊？啊！要不抬我爹，抬我妈的！哎，不，你这人都绑上了，你怎么还打呢？大金牙，你给我等着，有朝一日我非杀你全家！嘴还硬呢！宝虎子，你不觉得你说这话很可笑吗？我明天就把你送进县大牢，把你饿死、病死，你有个屁招？你有个鸟日啊！带走！哎，别，等会儿。钱真不是他偷的，他没偷钱呢。不是他偷，你偷的啊？你们要这么说，那就是我偷的。哥，把我弟弟放了，我替他去坐牢去。哎，这事儿哪能替呢？带走！我求你们了，别带走他。我，老板娘，我求求你了，你们行行好啊！你们给求求情，让你女婿把宝虎子放了吧！啊，这大恩大德，我当牛做马，我也愿意啊！求求你了。我是朱铁匠，你老缠着我干什么啊？警察把他抓去了，你求我有个屁用啊！对，求我们没用，我们说了不算。求你了啊！我求你了，你放过他吧！哥，你别求他，求他也白求。你让他把我带走，脑袋掉了碗大个疤！你们都给我等着。老子做鬼了也不会放了你们这帮人，都给我等着吧！嘴硬，还嘴硬呢，嘴硬死得快。这真没偷钱。宝虎子，哥，你别救他，救他也没用。怎么了？他们为什么要抓你啊？他们赖我偷钱。他不会偷钱的，你们肯定冤枉他了。他不是那种人，他这……你怎么知道他不是那样的人？我保证，他肯定不会偷钱的，他真的不会偷钱的，真的不会偷钱的，你们冤枉他了。橘子，你刚生完孩子，赶紧回屋去，别受了风了，快走啊！宝虎子，你们放了他吧！赶紧带走！是任何人，你们不能带我弟弟，不能带对方，朱老大，你再往前一步就是妨碍公务，别说我对你不客气啊！滚靠边，带走！宝虎子，我没事，放开他，我没事，橘子。照顾好你的孩子啊！照顾好孩子，橘子，宝虎子。
孩子跟你有个屁关系？我进去。进来。进去。快点。沈你。哎呀。橘子。你说你。你刚生完孩子就往外跑，你不要命了啊？你不要命了？不是包虎子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他抓起来你难什么过？包虎子是冤枉的，他没动钱，他是好人，他应该是好的。你再说这话，干什么去？你回来，你回来，放开我，你放开我。行了，别拦他了，反正我们贺家有后代了。让他跟宝虎子一块死去吧！把孩子给我，来，还我孩子！给我孩子！给我孩子！还给我孩子！你气死我了！你死吧！你跟宝虎子死去吧！太太，太太，太太，老爷，不好了，沙又抽了，您赶快看看去吧！哟，啊，儿子。你们快看啊，这富贵啊，富贵啊，儿子啊，哎呀，怎么咋的了？哎呀，周总，怎么会抽成这样呢？啊，就今天晚上又是着火又是放枪的，把富贵给吓着了。你赶紧去拿水。富贵咋的了？富贵啊，你说这段家里这么乱，我看要不然让他到农村二姨家住几天，等安稳了再回来。好好，我明天安排人去啊。富贵，富贵。谁啊？我问谁啊？我没回来，咋把门插上呢？不插上行吗？不插上让人进来了，这不露馅了呀？这么晚了，谁？把门关上。好了好了。你这破玩意儿勒了我一天了，刚想解下来，松快松快。哎，我娘他们找你干什么去了？啊？坑人去了呗。又坑谁去了？其实这回也不算坑人，弄清楚了一桩冤案呢。什么冤案呀？我原来啊，一直以为橘子肚子里的孩子是你爹的手。不行，我爹就在缺德，能干这事儿啊？可说你弟弟会男女那种事儿，你信吗？他不会，他不会橘子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你说谁的？今天晚上我搞清楚了，是宝虎子的。啊，是宝虎子的？哎，你怎么知道的？今天晚上你家后院着了一把火，这你知道。火扑灭以后，你娘说钱匣子丢了，指定是宝虎子偷的。我就带人去宝虎子那儿搜，果然在宝虎子那儿搜出了钱匣子。你的意思是说，我娘她陷害宝虎子？那是肯定的。可她为什么要陷害宝虎子呢？你这话问到点子上。宝虎子与你们家无冤无仇，可你娘为什么要陷害宝虎子呢？嗯，就是因为宝虎子让橘子怀了孕，如今又生下来了，所以宝虎子活着，这事儿终有一天瞒不住。那就算宝虎子偷了我们家钱，他也不至于犯死罪啊。这年头弄死个穷棒子，不就跟碾死一只臭虫一样？这就看你娘大不大方喽。瞧你那德行，也要跟你老丈母娘讲价钱是不是？不是，这我一个人能办成吗？这不是我一个人办的事儿啊。我一个人要能办成了，我能跟老丈母娘讲价钱吗？没道理呀、啊！再说我也不是那人啊。哟，说的跟真的似的，我也不是那样的人啊！穷你的死样吧你！回
点把锅给你找来了。看，老郭，今天晚上这事儿呢，我谢谢你。太太，我在您家当伙计好多年了，您爹在世的时候，我一直在这儿干。我知道您感激我，在您家干点小事儿，这是理所应当的吧？理儿是这么个理儿，不过今天晚上这事儿呢，不是小事儿，我不能让你白帮忙。这儿有20块大洋，是我的一点心意。不用不用不用，我哪能要您的钱呢？哎呀，别客气了，拿着吧拿着吧。那好，老爷和太太对我那么真心实意，我要是不要，显得我虚头巴脑，这钱儿我收下了。老郭，我知道你这个人嘴严，但是我还是要嘱咐一句，今天晚上这事儿，就是阎王爷问，也不能说一个字儿。您放心，打死我也不会说。那你歇息吧。好。这么大个事情，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啊？告诉你干啥？有的事儿需要商量，有的事儿一个人就能做主，多一个人知道这事儿就办不成了。不过今天晚上你这时机掌握得倒挺好。我怎么看你有点挺喜庆的呢？我当然要喜庆啊，除掉了宝虎子，你说我能不喜庆吗？除掉宝虎子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吗？你不破点财能除掉吗？还要花钱呐。哎呀，这场美梦要破灭了。你有什么美梦啊？我一直盼望着橘子不能生孩子，她就是生了也生个姑娘，可这下好，生了个小子。哎哎，再把宝虎子除掉，这老贺家的香火将来不就是那个小王八蛋的了吗？啊，我还上哪儿当那个养老女婿去啊？哎呀，你说这事儿吧，这想想都让人伤心。你说这种虽然是借了，可那毕竟不是咱们贺家的血脉呀，那是人宝虎子的种。你说以后我爹我娘要是离世了，我们家世世代代积攒的财富都落在宝虎子后代的手里，你说我们冤不冤？这可就冤大了呀。你是啊，哎，宝虎子就是他妈死了心里都得偷着乐，真他妈冤呐。嗯，这么晚谁来了？哎，你等会儿。防着点儿，你知道谁这年头谁往背后想这事？谁呀？呀，来来来，哎，老婆。谁呀？爹，你看谁来了？这就是我跟你说的，我的远方大姑，她女儿生了，给咱抱来了。大姑，来里边坐。哎，这丫头矮小子，那是，哎呀，那是。啊啊，丫头，我在外边问大姑了。丫头。你抱回去吧，我不要。这，哎，你不要哪行啊？这，你这么老远还能让大姑再抱回去吗？我不管，反正丫头我不要。这不行啊！这，你爹、你娘、我这同事，半个太平镇的人都知道你怀孕了，而且马上就要生了，你这没法交代呀。我不管，我就是不要。哎呀，我告诉你啊。这事儿要一捅开，所有人都知道了。我大姐丫在太平镇好歹也是个人物啊，我不能叫人家说我是废物，光下种不出苗，这我脸上也太没光了吧，是不是？我这天天做梦都是小子，都是小子，这结果送来就是一个丫头片子。
你说倒霉不倒霉啊？是，这吧，就得认命了。不，你就想，这就是自己生的。你自己要生个丫头片子，你怎么着？你还能把她掐死啊？我就把她掐死。哎，侄儿媳妇啊，这丫头有什么不好的？不都说吗？丫头是娘的贴心小棉袄，穿上她呀，暖心。暖心怎么都不爱要丫头，都爱要小子？大青牙，你说你要是有本事，咱自个儿生一个就是丫头，我也认了呀。不，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啊？不是我就是。哎呀，这谁呀？这又是谁？什么王的？哎，你等会儿，开门让人看见我们俩这样，这不露馅了呀？哎，有了。你赶紧进屋，躺在床上，把孩子放在身边，就说大姑是接生婆，这就齐了。这个主意好啊，这能行吗？一会儿不管谁进来，他就是火眼金睛，也看不出这是假的呀。从此以后，不会有人再怀疑我们的孩子是要的。你这个人一辈子没出过什么好主意。这就是见证人呐、啊！快去，快进大姑啊！娘啊！哎呀，娘来了！哎呀，娘啊，进来呀！来的太时候了，娘啊！怎么了？啊，你女儿生了啊？生了！哎呀，金枝啊！哎呀，生了！哎呀，这什么时候生的？哎，是丫头还是小子啊？啊，是丫头啊？丫头啊？丫头也好啊，丫头也是您的骨血啊。对，管他丫头小子呢，总算结个瓜，是不是？要不你们两口子一辈没孩子怎么过？你说是不是？哎呦，哎，你看看，哎，小样，哎，这眉眼鼻子跟金枝小时候啊长得一模一样，像，可像了。哎，起个名吧，啊，起个名。娘，我是起不出什么好名了，这还是你起吧。对，姥姥给起，姥姥给外孙女起名字呀，那将来外孙女有福气呀。对，姥姥给起，姥姥给起。哎呀，要我起呢，就叫玉叶。哎，你看啊，他娘叫金枝儿，他呢叫玉叶，金枝玉叶嘛。哎呀啊，好名，好名啊。好啊。哎呀，这名字你看，金枝儿玉叶，这名字太好了。哎呀，这简直就是皇上的女儿啊。哎呀，我这外孙女啊，这辈子啊就掉到府堆里去喽。是啊，这孩子真是掉到府堆里了。呦呦，笑了。橘子，哎，橘子，来吃饭。你看，我呀，给你熬的小米粥还有鸡蛋。橘子，你可不能哭啊！这月子里哭容易把眼睛哭坏了。来，听话，吃饭啊！哎呦，你就不为了自己，为了孩子，你也得吃点啊！听话。我吃不下。你怎么这么不听劝呢？你得吃饭啊，周嫂，我现在觉得心里面堵得慌，我心里堵得满满的。哎呀，橘子，自古穷人不跟富人斗，咱斗不过人家，斗不过啊，他们也太欺负人了，他们太欺负人了。橘子，忍了吧啊，忍了吧。大金牙，你知道我今天晚上来找你什么事儿吗？让我除掉宝虎子。你小子这脑袋就是机灵，能办到吗？有困难呐。说吧，需要多少钱？这也不是光钱的事儿。
你开个价。你看我这丈母娘，你张口闭口都是钱，好像我大金牙活在这个世上什么都不认，就认钱似的。那有什么错啊？有不认钱的人吗？那得分对谁呀、啊？你是我岳母，我给你办事提什么钱啊？行了行了，这事儿啊也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的，你不也需要打点吗？你要这么说，你还真得出点钱。说吧，多少？娘，我可跟你说啊，这里边我是一分钱不要啊。在我们局子里要做掉一个人啊，这个没有500块大洋免谈。多少？哎，但你是我丈母娘，我就不能开这个价了，是吧？这样吧，你就出300块大洋，我保证除掉包胡子。嗯，好，300就300。那你说，你什么时候除掉包胡子？你用什么办法除掉的？我的孩子啊，我的孩子啊，孩子咋了？啊，我的孩子。孩子咋了？我的孩子，这孩子不是好好的吗？啊，哭啥呀？哎呀，我的孩子！凤娇，凤娇，你别哭了，我不干这个冒失事儿了，我不会把你和孩子都扔下的啊！别哭了。别哭了！哎呀，我的孩子！我都说我不去了，你还嚎啥呀？包虎子，问你个事儿呗。啥事儿啊？那橘子这个仙儿，你给查了是不是？别瞎说啊，没有的事儿。偷子吃还不认账，他是不是可嫩了？一掐是冒尖吧？要不是你尝了鲜，我他妈都吃屎长大的。嗯，那你就吃屎去吧。你吃屎吧你！哎，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别动！开枪了！站住！不跑了，我给你回去，行了吧？什么？回去？你还回得去吗？你死定了！哎呀，哎，明天这条河里的王八肯定肥呀！行，咱们刨坑了。100块大洋我兑现啊，回去我就给你。哎，你这不是你挣的够容易的了吗？容易容易，太容易了。哎，我拿50，那50给大哥了。小这么讲究啊？行，回头我领你去春香楼找小花。现在走，走。孩子这么哭能行？这不哭完了吗？啊，哭得我都揪心，快给他喂奶啊，喂奶！你揪什么心啊？哎，你废话，他是我们贺家的后代，我能不揪心吗？哎，快喂奶吧！哎呦，我喂不喂关你什么事儿啊？这是我的孩子，你快给他喂奶啊！
你孩子？这不是富贵的孩子不就是我孙子吗？我孙子不就是我孩子？快打开个胃呀、啊！哎呦我，那个老爷，你孩子哭，你着急是不是？你废话，那我能不着急吗？都啊，是，您当爷爷的着急是应该的。不过老爷，您在这站着，橘子没法喂奶。好好，我走，你看他赶紧给孩子喂奶呀、啊。我知道，我知道。我可告诉你，橘子啊，你把我孩子哈、啊、给我喂好了，我不会亏待你。快喂！您走好啊！你看，哎，你放心。哎呀，看把他急的！哎呀，橘子啊，你看怎么样？让你吃饭你不吃，孩子没奶吃吧？挺缺。我现在根本就吃不下饭，我心里堵得慌。哎呀，橘子啊，你凡事啊都得想得开。那宝虎子也没出什么大事，不就蹲个大狱吗？早有放出那天儿。他在哪儿蹲大狱啊？在咱镇上吗？咱们镇上哪有大狱啊？我听说让人给押到县里去了。那得蹲多少天啊？这事儿，我估计不会蹲太长时间吧。哎，就算是宝虎子偷的，可你不都给要过来了吗？这能顶多大个罪呀、啊？我估计顶多半年一载就能放人，能放吗？能，来吃饭。哎呀，你和孩子都好好的，那宝虎子那儿有点难也能挺过去。你说你要不吃饭，孩子真饿出毛病来，天哪，那得要你的命！来，把孩子给我。好，住手。我听你的、哎、好，来吃饭得有奶呀，这把孩子饿的，来来吃，来，好，吃吧。明白就对了。哎，坐。哎，大哥，我说大哥啊，你挺神的，咱们监狱的这个大门，可不是一般人都能进来的。是我神呐，二贵。是是，你有名望。我跟门口那警察一说，我是杨二贵的表兄弟，他就给你打了个电话，就把我放进来了，可痛快了。看来在这儿混得不错啊。哎，管伙食的，你说谁还不给点面子？兄弟，你今天找我来有事儿？我来看看宝虎子。看宝虎子？他被抓进来了，别提了。这千德丰粮行那个老板娘赖他偷钱，就那个钱匣子，就是那个刁老婆子，他赖宝虎子偷钱，就让他姑爷大金牙把宝虎子抓了，说是押到你们这儿来了，我想来看看他。那个钱匣子跟宝虎子有仇啊，他赖宝虎子偷钱。哎呀，这事儿就别提了。哎，你快给我打听打听，压没压到这儿来啊？哎，别着急，别着急。给我接下监狱长。监狱长啊，我是杨二贵。今天有点事儿想麻烦你老人家。我们监狱里是不是押一个叫宝虎子不那叫朱宝虎的犯人在我们这儿压着呢？哎，对那啊，哎那哎，谢谢。怎么样，二贵啊？你别着急啊，我说了你要挺得住啊。怎么了？刚才监狱长说那个太平镇是要押了一个要犯，可走到半路上他逃跑，押解警察呀，就
击毙了。啊，打死了。我弟弟与你有何冤仇？你要害死他啊！你为什么要害死他？放屁！拿绳子把他绑起来！那是他要跑，警察把他抓起来，他应该如此，他就该死。告诉你，我今天非把你，非把你弄死！送警察局，把他送警察局去！放跑！我跟你们没完！我跟你们没完！告诉你，打他，拿鞭子抽他，灌辣椒水，打死他！对，妈的！把我脑袋给我打碎了。王虎子死了。他抱孩子跳崖了。哎，你说这个贱货啊，他还真想在宝虎子跳的那个地方跳下去死了，抱着孩子一块到阴间团聚去。既然呢，我们已经有了孩子，干脆把橘子装在麻袋里头，半夜的时候顺着那崖就给他推下去，让他们一家在那儿团聚吧。哎呀，不行。为什么不行？宝虎子没死多久，橘子又跳崖死了。你说，那这镇上的人一下就明白了，这孩子不是富贵的种，是宝虎子的种。那你以为镇上人还不知道吗？谁不明白？只是不说罢了。哎呀，咱明白归明白，咱糊涂还得接着糊涂。只要有橘子这门帘子挡着呀，哎呀，谁也说不明白。自古以来呀，大谎小谎啊，只要有门帘挡着，那就真假难辨。但是你要没这门帘子，那谎话就破了。您的意思是，这橘子还得留着？哎呀，不但留着，你还得供着他呢。你说孩子这么小，你说他要没了，这孩子有奶吃吗？一天滋哇乱叫唤的，万一我三长两短可怎么整啊？咱这不鸡飞蛋打了吗？看样子这小兔崽子是救了橘子的命了，留着留着吧。你说你们惹他干什么呀？啊，你这不是找麻烦吗？这不是找大麻烦吗？我们没惹他，他拿个大锤上咱们家去砸了，把粮行都砸了，砸得稀里哗啦的。他差点把你娘的脑袋给砸稀碎。哟，谁敢砸我娘脑袋啊？还反了他呢！大丁牙，你给我治他，你给我治他啊！行了，你赶紧进屋坐月子吧啊！别跟他掺和这事儿。去。对，治他，花多少钱咱都出。
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啊。你看啊，这宝虎子的事儿还没过尽呢，现在又要治朱铁匠。不，你就是再无法无天，你也得留点余地呀。那是条人命啊，那不是小鸡小鸭子那么好捏的。不，再说了，你事儿捅太大了，我这饭碗还能保住吗？这么说，真的什么办法都没有了？没什么好办法，治不了什么罪，顶多是罚点钱，还得把他放了。放了可不行啊，你要把他放了，他跟娘没完呢。就是你看那个阵势啊，就是把咱全家都杀了，他都不解恨。哎呀，想想办法，想点什么办法能先把他稳住呢？哎呀，他都跟咱玩命了，什么办法能把他稳住啊？就是，我看呐，没什么好办法了。哎，我听说那个凤娇是不是也生孩子了呀？生了，怎么着？那就把凤娇搬出来，让她抱着孩子去找朱铁匠，叫凤娇说啊，朱铁匠要是真的不想活了，那他就不要这个孩子了，把这孩子送到野外喂狼去。哎，这个办法倒挺好的，是吧？哎，是个好办法啊！这朱铁匠他再发狠，也不能狠的连孩子他都不顾了吧？他爹，你去找凤娇，你跟凤娇能说上话。啊啊！我爹跟凤娇能说上话啊？我说正经点好不好？啊，都什么时候了？橘子，玉嫂，橘子，太太让我把你扶回屋里来，咱们起来。玉嫂，我孩子呢？啊，孩子在屋里呢。哎，慢点，哎。来，周老大，抽根烟。拿一边去！谁抽你那个损烟儿啊？周老大，平时看你老实巴交的，你这个脾气挺酸臭啊。嗯，我要把你弟弟杀了，你还能有好脾气啊？哎，你弟弟可不是我杀的。哎，那天我们押着你弟弟去县城，半路上他跳车跑了，我们追。我们是放了枪，可根本没打着他呀，是他自己从崖上跳下去的，这你能怨着谁呀？他根本就没偷东西，你们干啥冤枉他？你这话你说了多少次了啊？这能说清楚吗？哎，朱老大呀，你弟弟死了，你伤心，你难受，你气愤，我都可以理解，可又怎么样呢？啊，你还能杀几个人给你弟弟报仇啊？我当然得杀人，我弟弟这个仇我必须得报。就算你给你弟弟报仇了，那你呢？你的命你不要了？不要了。我看出来了，这年头啊，穷人的命都得让你们给逼死。要命，我要命干啥？你真的要死是吧？好，朱老大，我成全你，在送你去见阎王之前，我给你个全家人团聚的机会啊！来啊，把周老大老婆给我带进来。孩子，娘的孩子，娘想带你走，可是走不了。娘想自己走，又舍不得你，孩子。橘子，
觉得，哎呦，这孩子哭累了睡了哈。你别惊动他，把他放下，让他好好睡一会儿。你呀，趁热喝点鸡汤，补补身子啊。周嫂，我现在心里一点风都没有，哪有心思喝鸡汤？你说你这孩子，你不喝鸡汤哪来的奶呀？来，听话，你喝鸡汤，孩子给我。我得抱一会儿。你这孩子，来，你把孩子给我，你不喝汤能有奶吗？来，喝口，啊，哎，听话。周婶儿，你先出去一下，我有话跟橘子说。橘子，你还是不想活呀？啊？还是想死啊？你来干啥呀？我听说你不想活了，来送送你啊。你咋把孩子抱来了？你抱他上这儿来干啥呀？你不是想拼命吗？你拼死了，你把孩子留给谁啊？你要想拼命，你就把你孩子带着，要死要活你们俩一块儿去。别你死了把孩子留给我，我告诉你啊，我可不管啊。那不是你的孩子啊？不是。怎么不是呢？我不愿意跟你生，你偏让我跟你生，他就不是我孩子。那不愿意生他不也生了吗？啊，生出来不就是你的孩子吗？不是不是，就不是。不是就别管了。嘿，你还以为我爱管呢？告诉你卓子，我把孩子给你放在这儿，你临拼命前是把他扔了还是把他送人，你自己看着办吧。哎，凤娇啊，你这心可够狠呀，你自己的孩子你不要了？他当爹的都不管了，我还管他干什么呀？橘子啊，我怎么就不明白呢？是宝虎子呢，咱们前后院住着，邻居处的不错。可是再好也是邻居啊，也不至于他死你也不想活了。你们俩怎么回事啊？他救过我的命，他是我的救命恩人。这我知道，不就成亲那天你要跳河，宝虎子把你救了。哎呀，那也不至于他死了你也跟他一块儿去，还带着这个孩子，这得有多深的感情啊。啊，你跟宝虎子有事儿吧？你怀里的孩子是宝虎子的吧？你胡说。这孩子跟宝虎子没有关系。你别以为我瞎眼睛，其实我什么都知道，我只不过是不说罢了。凤娇，我再问你一遍，这孩子你管不管？你问一百遍都没用，我就是不管了。那朱老大去拼命拼死了你也不管？哼，他拼命拼死了，我成寡妇了，我连我自己都养活不了我自己，我还管那个瘪崽子？完了是吧？那完了。哎呀，爹死娘嫁人，这孩子这还成孤儿了，太可怜了。这样好不好？朱老大，念我们认识一场的份上啊，
你真的去拼命拼死了，这孩子我管。我听说有一个叫乞丐帮，哎，专门要小孩，要了孩子以后啊，把胳膊腿扭断，然后抱出去要饭。哎呦，那谁见谁可怜呐！你看，我给他送那儿去好不好？啊，大真牙，我赶紧活祖宗，我赶紧祖宗，我赶紧活祖宗！你怎么不把你孩子送那儿去？我孩子他有爹呀，他爹我还活在世上。哼，你说你去拼命拼死了。我把你的孩子送到乞丐帮，这多好的去处啊，起码还能留一条小命吗？啊，赶紧活祖宗。文章，你先把孩子抱回去，等朱老大死了我再帮你处理孩子的事儿啊。抱走。你给我放了，你放了我，我把你放了，没道理呀，你得有人担保我才能放你出去，知道吗？你看你这个脾气，这个暴啊，我告诉你吧，朱老大，有人保你了，知道是谁吗？我老丈母娘。你看你，你看那眼神，你还不信是不是？来呀，给他松绑。今天我就把话挑明白了吧？你跟宝虎子的事儿，一开始我就知道。你怀里的孩子是宝虎子的种，我再明白不过了。你以为你们俩是最聪明的人，能瞒得住所有的人啊？你们俩就是俩傻瓜呀，这事儿瞒得住吗？你陷害宝虎子就是为了这事儿吧？你说对了，是为了这事儿，是为了你，为了孩子，为了我，为了孩子。你要为了我，为了孩子，你就不该杀害宝虎子。我不弄死宝虎子，这事儿能瞒得住吗？啊，早晚有一天你和宝虎子会把真相告诉这孩子。你敢说宝虎子死了，我就不把真相告诉孩子吗？没用。你想想，这孩子从小啊，从现在就在我们贺家长大，他从小就不知道有个叫宝虎子的人。等他长大了，你跟他说宝虎子是你爹，哎呀，他连宝虎子是谁都不知道，有用吗？你太恶毒了，太恶毒了。橘子啊，我这是恶毒吗？我这是为了你好，为我好。你别说那么好听了，你是为了你们贺家。你说的也对，我是为了贺家。你跟宝虎子一开始我没拦着，说白了，我就是想借宝虎子种为我们贺家传香火，传下来的是你的后代，你儿子，你就可以得到荣华富贵了，这不也是为了你好吗？啊！我再不要你的荣华富贵呢，我要宝虎子，你还我宝虎子，你还我宝虎子！哼，还你宝虎子，
还是还不了了，但是你要跟他死呢，我也不拦着。可是你要死了，这借种的事儿呢就彻底露馅了，这孩子我也不想留了，要么掐死，要么送到荒郊野外活埋了。你敢？宝虎子我都能弄死，再弄死宝虎子的儿子，对我来说有什么敢不敢的？现在摆在你面前有两条道，任你选。一条呢，是从现在起你就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做我们贺家的儿媳妇儿，把我们贺家的后代抚养成人，也别提什么保虎子不保虎子了，以后我不会亏待你。那另一条呢，你就跟保虎子一块儿去死，想要带上这孩子去死，没门儿。你死了以后，这孩子由我们处理，是掐死呢还是活埋呢，那得看我的心情。行了，我跟你说的也都说完了，我想你大概也听明白了。周嫂。是，太太。你给我看紧点儿，他要去死呢你也别拦他，但是无论如何不能让他把孩子给我抱走，明白了？我明白。橘子，哎，橘子听话，问问神儿啊，哎，听话。哎，既然把话挑明了，那你就记住，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到什么时候，这孩子也不会是贺家的后代，他是宝虎子儿子，这不会改变的。周四啊，哎，我懂。我绝不会死。哎呀，这就对了，一定要好好活着。对，我要好好活着。好孩子，这就对了，对了。兄弟，你死的冤呐！大哥没本事，不能替你报这个仇，这个仇哥记着。等你大侄儿长大了，哥没啥牵挂了，这个仇我一定替你报。你走好啊，兄弟，走好。到那边告诉咱爹咱娘，别挂着这人事了。现在这人事啊，还不如阴曹地府呢，难熬啊。走好啊，兄弟。你走好啊，兄弟。你好，你这么好，你好死得了你。哟，吃上了哈！我看见朱老大拎个瓶子出去了，去哪儿了？他说镇西头有家养奶羊的，他要养奶去了。老死鬼啊！你去把咱那孩子抱回来，我想我儿子了。就隔一个墙头，将来你啥时候想你就过去看呗。抱回来不就完了吗？抱回来不就露馅儿了吗？那天你不是说要给我钱吗？钱呢？拿来了吗？这不把钱给你往哪搁呀？等你坐完月子再说吧，还能黄了你的？你敢？你敢黄了我的钱，我就把换孩子的事儿给你让了出去。哼，你能干出来这事，
哎呀，哎哎，这小瘪犊子是饿完了。哎，咱们的儿子在橘子怀里吃奶呀、啊！哎，你还真别说，橘子到底是黄花姑娘啊，那奶水棒的呀，孩子都吃不完。哎，你说你这人损不损啊你？啊，你把自己的儿子扔给别人去喂，把宝虎子的儿子留在这里挨饿，你说这天底下哪有你这么损的人呢、啊？你说我不那么做怎么办？我不那么做，咱们的孩子就得受苦。把孩子换回来养，这主意出得多绝呀！这主意也就我能想得出来。哎，你不夸我，你还骂我？你绝个屁呀、啊！你绝！我好容易生个儿子，你换给别人去养，你知道我心里是什么滋味吗？啊！我这心啊，就像被一只大手揪着，一阵一阵的拽的难受。你知道吗？我这里难受，我难受啊！哟，我还真就不知道，你也会心疼啊！你放心，让他老劲儿拼。后呢？你再这么说，我就去把孩子抱回来。我就是狗，我就是狼，我也知道爱惜我自己的孩子。更何况我是个当娘的，这天底下哪有当娘的不心疼自己的孩子呢？没，没有没有。你别难过。将来咱们孩子长大了，我一定想办法让他认你这个娘，行了吧？啊？将来，将来是哪一天啊？将来。就这么一天天熬着，我怕我等不到那一天了，我。